维摩诘经有提到开口戒非，只要你开口都不对的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讲三千大千世界其实是一合相，所有的众生都是一合相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合相，都是地水火风组合成的，组合的一合相，每一个人都是一合相，而且都是不住。什么叫不住呢？你美丽或者英俊都是一时，只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美丽而已，你离开了那段时间你就变成老太婆了，女的变成老太婆，男的变成老阿公，就是阿公阿婆了。美丽在哪里？我们中国中有一个弟子叫莲花美丽，新加坡，新加坡莲花美丽，莲花是很美丽，但是老了呢，一合相就是这样子，会坏的。像我们今天的娑婆世界，以前不是很好吗？三年前根本没有什么 COVID-19，没有新冠病毒的，什么时候有新冠病毒？根本就没有，突然来了新冠病毒。你看现在大家都戴口罩，很可怜啊，戴了三年啊，没人掐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几个他要清零，就是完全把新冠病毒赶出，没人掐了，没人掐了，完全都没有病毒。有病毒的，我听说那个什么新疆的书记，有七个有病毒，九个有病毒的，全部书记全部下台。然后这上海封城，这个很多地方，深圳也封城，好多地方都封城，一封城，哎呀，这是什么世界嘛？这已经变了，变质了。以前哪有什么锁国，哪有什么封城，锁国封城什么都没有的。像台湾来讲，到现在目前来讲，台湾还没有开放，他讲什么时候要开放？10月13是吧？10月13说要开放，你看到现在，今天还不是13吧？今天9号啊，还是一样锁国啊，锁起来啊，这个国外的人进不去啊。但是不是锁国了以后呢，台湾就没有这个 COVID-19 呢？还是有啊。现在每天有多少万人？4万多啊，每天都有4万多人哦，每天都有中 COVID-19 4万多人。以前在三年以前哪里有这种东西啊？所以真的会坏呀，这个整个宇宙都会在变的。你看看我们这个西雅图，美国的西雅图，到了10月。往年啊，都是下雨，下一次雨就冷一次，下一次雨就冷一次。我记得10月的时候啊，大家已经都在穿雪衣了。今天几度啊？快30度了吧？28度。23。23度啊。24度啊，差一度也喊什么？
过真的根本不是以前的西雅图了，完全变了，热得要命啊。我本来是戴着这个围巾的，这个围脖子的围巾的，昨天晚上我还戴围巾呢，今天赶快脱起来，因为今天还流汗。根本不是以前的西雅图了，变了。今天的整个全世界都在变了。你看那个 COVID-19 的那个病毒，让全世界都变了。所以很多事情呢，不能够保证永远都是这样子的，它在变化之中，时时在变化，一刹那之间全部变化都不一样，都不同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菩萨跟众生都是幻化，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都在变化，众生也在变化，其实因为都是一合相，没有永远不变的。所以刚刚有一个笑话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都是在变化嘛。